林奈峰本季新高35分。不管你是迅猛龙、中日龙、味全龙还是暴龙，有什么样的恐龙可以守住这个好小子？答案是守不住了。先来看看林奈峰好小子这个篮下空中接力的分。再来看看这个漂亮的跑位，建议队友有没有传散了的分。林奈峰昨天对暴龙没有极限，全场22投13中，外加9罚7中，拿下本季最高的35分。他不仅在进攻上有表现，这个超节再让他拿下分数。最关键的是，在延长加赛，这记3分球跟暴龙宣告拜拜，助防锋109比99击败暴龙。这也是林奈峰第5度单场得分飙破30分大关，单场35分也是他职业生涯3高得分纪录。窦新闻综合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，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